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山田的笑容大奖。小丸子，小丸子，干什么？什么呀？原来在那里呀、啊！一直都在这儿啊！你长得太小了，我都看不到。哪有？一大早就大声叫我，有什么事？快看这个，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同班同学呀、啊？你看这里还有他的照片。我看看，哇，是山田啊！对吧？为什么山田会出现在报纸上呢？是笑容大奖的比赛。笑容大奖的比赛？对呀、啊，就是说在摄影比赛中，他被选为最佳笑容的意思。就他这样的表情也行啊？就是简直笑得像个傻瓜一样。第一名啊，山田可真是太厉害了。小丸子，小鱼，早上好。早上好，看报纸了吗？他的照片在学校可轰动呢。山田好厉害呀！真厉害呀，拿到大奖了呢。让开，看不到了。推什么推呀？山田的照片已经贴出来了。对，好像是王伟同学带过来的。好了，大家不要推推搡搡的，各位同学排成一队，一个一个轮流着来。这样好像排队在看熊猫似的。熊猫。是山田。我也要和大家一起看熊猫。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我们得奖的山田同学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熊猫在什么地方啊？山田，你现在可是学校的名人了。怎么回事？你快看看这张照片呢。什么呀？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个根本不是熊猫，明明是我呀。不愧是获得笑容大奖的笑容呢，真的是笑容都在闪闪发光啊。我觉得跟他平时没什么区别。我一直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没想到山田同学你这傻乎乎不这种灿烂的笑容竟然被世人所认可了呀。真是的，王伟同学哭个什么劲儿啊？真不知道你这话是夸奖他还是损他呢。不会，我王伟莫南作为你们的班长，我感到非常高兴。山田同学，你这么努力得奖真的是辛苦了呀。努力是指什么呀？野口同学，他根本没有努力做过任何事情。怎么可能？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难道说你是在嫉妒优秀的山田同学吗？真是的，我们应该真诚地祝贺拿到大奖的山田同学才对呀，这不是我们作为同学才应该有的正确态度吗？但是真正拿奖的可不是山田。什么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啊，因为这是摄影比赛嘛。所以得奖的应该是摄影师才对呀。什么呀？我就觉得奇怪嘛。但是不正因为山田的笑容很棒才能得奖的吗？是因为摄影师拍得好才得奖的吧？说的是啊。如果我是模特的话，肯定能在报纸上登出更灿烂的笑容呢。哎呀，大家的反应真是冷淡呢、反正我非常喜欢山田的笑容。看起来好像无忧无虑的。就是这样才好啊，看到的人也会被他的开心所感染呢。这照片是不错，
你到现在才这么说吗？拍下精彩瞬间的的确是摄影师，但是展现灿烂笑容的却是山田，缺了哪一个都不行啊。哎呀，一大早班级里就吵吵闹闹的，让我也看看。嗯，一般般了。看，我有个大发现，这里写着拍这张照片的人居然是小学五年级11岁的学生啊。11岁？拍照的人居然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啊。是宏志。你说的就是那个宏志吗？怎么，原来你认识他吗？嗯，他想要成为职业摄影师，所以经常背着照相机到处拍照。他知道很多关于花草树木和动物的知识，教了我很多东西，是我们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嗯，今天可真是听到了好消息呀！本人决定现在就去高年级探险一番。啊，不可以去！真是的，早知道我就不说了。宏志应该不喜欢被大肆宣扬吧？也许是这样。但是我想高年级那里肯定早就沸沸扬扬了吧？真是好厉害呀，天才摄影师！所谓天才，大多是内向又腼腆的，真是令人仰慕啊！仰慕吗？美环同学，那花轮同学怎么办？讨厌了，人家最喜欢的当然还是花轮同学了。但是这是两回事嘛。你在学校里和那个天才摄影师见过面吗？啊哈哈，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呀？真是讨厌了，以后在学校也要小心一点啊，说不定随时都有照相机拍我的。学校可是禁止带相机上学的哟。那就在学校外面。哎，对了，殷同学，你认识那位天才吧？能告诉我他平常都出现在哪里吗？哎，要做什么？美环同学是不是想让他拍照啊？才没有这回事情呢。你看我长得那么可爱，平常就必须好好注意，千万不要被人偷拍了。真的是好恶心呐。你笑什么呀？要是我在学校没说宏志的事儿就好了。我这次是不是做错了？一定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吧？真是的。啊，找到了，果然在这儿啊。喂，宏志。啊，是你啊。宏志，恭喜你获得了摄影大奖。Thank you。对不起，我一不小心把你的事告诉了我们班的同学。嗯？还有人跑到五年级的教室去看你，好像还到处炫耀你的事。就算你不说，大家也知道了。但是我给你添麻烦了，抱歉。没事的，别在意这种小事。嗯，但是我还是不太喜欢热闹呀。我果然还是适合一个人这样安静的拍拍照片。那张照片你拍的真好，让人看了也心情舒畅，很幸福。是吗？笑着的脸庞可以让看到的人也觉得幸福呢。所以我能得到这次笑脸大奖，真的是非常高兴呢，因为看到的人都会感到幸福。其实我和他那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很开心地走近我。啊，有好多好多独角仙呢，快看呐！这样啊，你照片上的山田是我的同班同学。哦，是这样啊。总是笑着，天天都开开心心的。是啊，他的笑容里好像完全没有烦恼。你说的没错，山田那个人好像什么都不怕的。找到了，带着相机，那个人一定就是天才摄影师，不会错的。真是的，难道说殷同学想丢下我自己去当模特吗？真是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疏忽呀。安静点，阿玛丽丽丝，好机会哟。小殷同学。是美环同学，真是太吓人了。你好啊。你好啊。我叫美环花子，但是我的狗叫阿玛丽丽丝。啊，你好。
看到我和阿玛丽丽丝这么亲密的样子，不管是哪个摄影师都会想拍下来的，天才摄影师更应该如此。别客气啊，天才摄影师先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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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在做什么，美环同学？摄影师怎么不在了？你说洪志，他去了那里了，他要去拍河的照片。拍河？不拍我去拍河。哟，你干嘛？你真是好可爱啊。哦，很好，很有活力嘛。哎呀，阿玛丽丽丝真是的。我说你没事吧？快拍呀、啊！现在可是按快门的好机会呀、啊！呀、别愣着，快拍呀、啊！是。真是的，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就算浑身是泥，美环同学还是满面笑容。小丸子被他的气势压倒，只好傻傻地站在那里。笑容大奖肯定属于我。野口同学要来过夜。哎呀，不错，小丸子主动捡垃圾了耶。这个不是什么垃圾，是杂志的剪报。我想这肯定是野口同学弄丢的。你怎么会知道啊？因为野口同学很喜欢搞笑的东西，他手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剪报吧。野口同学，给，这张纸是掉在门口附近的，是你的吗？果真是你的。是野口同学弄丢的？嗯，应该是。昨天妈妈让我把考卷拿给她看，看了之后被狠狠地骂了一顿，我就说我要离家出走。后来你妈妈是怎么说的？说再等十年吧，训了我一顿。离家出走可不对对。你同学，今天的事情我是不会忘记的。什么事啊？啊，是说简报的事吗？小事而已啦，不用放在心上。后天是星期六，请问我可以去过夜吗？去过夜？去哪里？我去你家过夜。好突然，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想去应同学家里过夜。去我家？那么周六见了。什么呀？总觉得有点奇怪吧。小丸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来我家过夜。爷爷，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去同学家过夜呢，大家在一起总会玩个通宵。不好吧，我怕人多会吵。不会吵到你的啦，只有野口同学说了想来我们家过夜。野口同学是那个内向文静的孩子吗？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家过夜？这可真是一个谜。谜一般的过夜真有点古怪。才一晚就让他过来吧。洪志可真是大度量呢。反正也不会在我们家一直住下去的，对吧？野口同学如果一直住的话，再来一晚。我可不想这样，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看起来还是拒绝他比较好。第二天。对了，小丸子，你怎么跟叶口同学说呢？待会儿打算和他说清楚，现在吃布丁是最重要的事。宁同学，这个给你，明天就拜托你了。怎么办？真是好想去看看明天晚上小英家会发生什么呀！真是事不关己。要是小丸子不好拒绝的话，要不我帮你去跟野口同学说吧。小鱼，你真好。小英和穗波真是一对好朋友啊，不？是啊，虽然对小英来说最好的朋友是穗波，但是野口同学就不一样了，他最好的朋友是小英。为什么？就好像多利夫和小青，还有小故事和相声都有搞笑的纽带。你用这个比喻太夸张了。在小丸子跟野口同学之间有
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汤米感到有点妒忌了。我想野口同学肯定是有很重要的话要跟小樱说吧，对。就算是因为那样，也不用来过夜吧，白天在学校里说不就好了？嗯，哎，会不会是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因为考试成绩差，所以被妈妈骂了。你以为他是你吗？该不会真的是离家出走？这是我的心意，请你收下。哎呀，好香的大福饼！那个人好像是野口同学的哥哥吧？嗯，好像是的，他女朋友也在呢。来，大的给富士男，我吃小的就可以了。真是有男人味，太棒了！孝子，给我站住，别装看不见。喂，给我50日元，我要再买一个大福饼，快点给我交出来。真过分，有这样的哥哥真是太倒霉了。难道是离家出走？该不会是周六先去小丸子家留宿，然后再去更远的地方？不会吧。哎，野口同学呢？野口同学的哥哥。嗯，你是谁？啊，孝子的朋友嘛。最近野口同学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天晓得，我看没什么。富士男说的没错。小丸子，走吧。什么都没有改变吗？真是烦人呢。这么说来，好像是说有好朋友邀请他去家里过夜。好朋友邀请他去的？好像说是生日来着。野口同学为了去我家过夜而跟家人说谎了。野口同学，你为了去我家过夜对家人说谎了吗？被揭穿了就没办法了，因为我不能自己说要去别人家过夜，但如果被邀请的话就行。可是对自己的爷爷撒谎，这样好吗？爷爷现在去温泉旅行了，所以这个星期都不在家。野口同学，你该不会是在练习离家出走吧？你说什么？你的离家出走计划第一步就是来我家过夜，不太好哦。不是离家出走。那你为什么要来我家呢？不为什么。这可不行，跟家里人撒谎的行为是不对的。哎，小丸子，马上就到吃晚饭时间了，一起回家吧。樱同学，你回去吧。先回去了。哦，这么说的话，过夜之谜还没解开。如果有什么原因，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有时不去追问别人的原因，也是一种体贴。哎，小时候的玩伴、同学，现在的小丸子也许没有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的样貌都会让你感到怀念，你就会想当初该对人家好一点。那就对了。爷爷先回去吧。野口同学，明天来我家过夜吧，我不会问你原因的。拜拜。啊，肚子好饿呀。干什么？虽然之前一直没说，但我还是想告诉你原因。这个电视剧叫《孝心列传》。明天我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在一家摄影公司负责大型道具，而且他参与拍摄的古装剧每晚9点开始播放，我想他打算和大家一起看。也就是说，我要是待在家里的话，就看不成《孝心列传》了。想看电视，所以来我家。樱同学，8点开始要看多利夫吧？9点一定会看这个，对吧？你一开始就跟我讲不就好了吗？我还担心你要离家出走呢，真是服了你了，《孝心列传》啊！明天来吧，在我家吃晚饭，然后一起看电视，留下来过夜吧。到了星期六，樱同学来一下。什么事，野口同学？哎，今天晚上不来了吗？《孝心列传》改到下周开始播出了，下周我就可以和爷爷一起在家里看了。那两个人在说什么呀？我也不太明白，好像不去小丸子家过夜了。野狗同学不去的话，小樱应该会觉得安心了吧？
小丸子好像有点失落呀，野口同学也是。妈妈，既然这顿饭吃的是咖喱饭，就算多一个人也没问题吧？啊，野口同学要来我们家吗？不是，他不来，但说不准又会来。算了，应该不会来吧。要是觉得不放心的话，还是到外面去看看。嗯，我想他肯定不会来了。看吧，果然没来。啊！电视是下个星期的吧？嗯，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来英同学家的理由了，但是不知为什么。看来他为过夜做好准备了。快进来吧，一起吃咖喱饭吧。还是回去了。都已经到这儿了，还说什么呢？说的也是。妈妈，野口同学来了。啊，欢迎你来，请进吧。嗯，来，不要客气，尽管吃吧。你好，这里是英家，是野口太太啊。好的，我让她来接，是你家打来的，找你的。哎，我马上就回去。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来的客人就是摄影公司负责大型道具的人。那个人怎么了？说是要给我讲非常有趣的故事啊。哎，而且听说那个人曾见到过多利夫的加藤。他要讲见过加藤的事，野口同学，我可以一起去吗？不可以。我以后会把我今天听到的关于加藤的事情一点一点告诉英同学的。不是吧？野口同学只要一听到有关搞笑的话题，就有如龙卷风一样不顾一切的回去了。我真是超级喜欢搞笑的东西呀。虽然跟学习有关的我都不擅长，最差劲的就是背书，但如果是漫画台词，不管多少都能记住。在我拼命背书时，爷爷经常来打扰我，请让我安静一下。下一集樱桃小丸子，小丸子挑战背书和不再手牵手的日子，好好期待吧。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哎呀呀，开大不了丘陵坡，找一道黑。